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五場賽事，四班千二泥地，十一大熱，29蚊。黃旗巨英一起步的時候，今天前面快的馬埋變紅褲仔快，中間紅心勁龍嘉賓大王現代財星黃三第四位那隻，內欄還有偉寶之星，中間快樂世紀，外面紅三呢，還有這隻田王大外檔尾五榮光大道尾四呢，拿到內欄正白旗響尾四啊，尾三按一按尾二港深長勝，暫時殿後綠色三位就是信心出擊過八八，紅心勁龍大紅褲仔跟到的第二位嘉賓大王第三，第四位出面黃三紅帽就是大熱門現代財星第四位，內欄第五位偉寶之星，中間夾住白衫快樂世紀，後面大約尾六到紅衫田王，再數後面內欄尾五呢，黃衫正白旗來的，後面的馬按一按一路在出面，還有榮光大道尾二內欄港深長勝，包尾信心出擊，好了直直路嘉賓大王湧了上來先，跟著他一起上還有現代財星追緊他的，再在埋面紅衫勁龍舞的，中間位置還有紅褲仔出面追上來的馬，還有田王，最後100米嘉賓大王已經是透出了，大我當田王先過現代財星直追呢只嘉賓大王，接近終點田王布泥地真係贏啦，第二名嘉賓大王啊，第三信心出擊添啊，咁啊中間咧有呢只現代財星紅褲仔影相爭第四。咁啊，結果今日大摩真係犀利喎，田王好輕鬆啊，仲係贏得啊，一衝上嚟應該邊都冇打過，收曬姜贏啦。嘉賓大王第二，信心出擊第三，現代財星應該係第四機會比較高啲啊。是真的好嘢啊！上次布泥地攞个优先出赛权，真系泥地争咁远嘅，一冲上嚟过晒嘉宾大王第二，信心出击第三，现代财星啊只系第四嘅啫，三 D 嘅头关真系冇咁简单嘅。伟达足之都破满局啦，不过大摩赢今日嘅第三 win。哇！6月10日今日几多号啊？哇，差唔多成个月噶啦喎，都打破咗自己纪录噶啦，即系最长冇买赢嗰个纪录。最近真系文达桑文伟桑。嗱，我哋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8号嘅田王，独赢派86.5，位置派41蚊；跑第二名2号嘉品大王，位置派23.5；跑第三名5号信心出击，位置派83.5；连赢伟二达八派445.5；三盟彩8号、2号、5号派21,896蚊；单贴派4,764蚊；位置 Q 二达八派137.5；五达八派544蚊，二达五派407蚊，跑第四名系11号嘅现代财星。真系气势如虹啊，大摩。系啊。你未出招啊嘛，唔紧要，我拎晒啲招出嚟先，掟都掟死你而家真系。依家66-60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如果剩翻两个半赛日啊。上次系跑田草啦，咁啊跑田草之前试嗰啲泥集都系韦达士。頭先行圈都已經講，佢上一次係布泥地啦，都話，佢攞咗優先出賽前嗰場，係咯，就跟住再跑呢一場，果然真係計得咁準。我諗佢都算得好清楚，即係如果嗰場出唔到就係呢場咁，即係我諗是打一場都一定係佢贏嘅啦，即係佢個心態就會咁樣諗咯。要服佢啊！呢啲係啊，即係跑場草地咁，叫做熱咗場身之後，都主力集中上喺翻泥地嗰邊咁樣。不過佢又啱嘅，咁啱搏到兩個禮拜嘅 weekend 都會有泥地呢一四班千二咯，即係呢個咁啱俾佢就到個賽程，你冇得講。偉達，終於贏啦，係啦，有翻啲笑容啦。偉達話：哇！如果俾你嘉賓大王贏，咁我之前跑咗幾場，咪俾人鬧到暈。跟住佢殺翻你轉頭，嗰日喘明去到 last 可能都會比較弱啲啊嘛。睇低四連玩啦，派2,868蚊，所以暫時到而家嘉賓大王都係即係最叻跑得二啊咁樣。四重彩係派88,846蚊。其實佢算好過上一次噶啦，即係佢真係比嗰啲現代財星榮光大道形勢好啲啦。嗯。沿途三碟啊，嗰兩隻都係。你啲外檔真係有時係好危險。係，蝕唔到埋又蝕唔到埋去，冇計啊！睇下田王今日八檔點樣攞位啦。質超啦，起步又唔係話真係好快嘅啫，反而偉寶之星起步都慢咗喎。起步最快咩咧？紅心勁龍啊，今日都掟曬啲配備，終於等到喺前面啦。不過翻到嚟都唔多嘅，入邊紅褲仔起步都快嘅。咁啊，最出名就榮光大道啦。咁啊，不過都陣間會縮翻落去嘅啦。現代財星跟咗上嚟嘅啦。咁啊，嘉賓大王喺佢第四位，喺佢後邊就快樂世紀嚟嘅，入邊就偉寶之星啦，田王三搭跟住現代財星。咁啊，再後啲係按一按粉紅眼罩啦，入邊係正白旗啦，比上次更厚喎嚇。咁啊，港深長勝喺佢後邊咧，包咗落尾嗰只咧就係信心出擊。哇！連信心出擊都追到，咁究竟係有得追啊，定係真係
好多馬都真係渣呢？我睇下好多馬渣啦，因為始終你見到嘉賓大王同埋現代財星早咗出嚟呢啲馬咧，都係冇問題噶嘛。你而家追到佢哋嗰只係一隻側身你未見底嘅馬啫。其他好多又跑得密，唔係你有啲預咗佢會走樣嘅馬噶嘛？呢一場又有飛。無私嗰只原來係沿途四搭嘅，田王都仲叫做跟住阿現代財星有個吸法咁樣。睇下位置 Q 啦，二搭八派137.5，五搭八派544元，二搭五派407元。四連慢派2868元。四重彩派88846元。孖寶四長三五長八，中正派495.5元，四長三五長二，安慰獎派104元。